香炸虾脑。用料有大虾头、虾蓉、马蹄末、芝麻仁、花椒、蒜末、红椒末、姜末、小葱末。葱姜水、胡椒粉、花椒盐、精盐、味精、绍酒、干淀粉、制作时将洗干净的虾头加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料酒、葱姜水、花椒，然后拌匀。虾蓉加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料酒、再加入马蹄末，然后拌匀。取腌制好入味的虾头，撒上干淀粉，里外都撒上干淀粉，然后将调好的虾蓉装入虾头内，用干淀粉封口，一一做好。炒锅内放油，将虾头下入油锅中炸至，炸的过程中用手勺推转使油转动，以免虾头相互粘连。炸熟以后将虾头捞出倒在盘内，
炒锅上火，放乳葱、姜、蒜末、红椒末，加入盐、味精、料酒，放上芝麻、花椒盐，然后再倒入炸好的虾头，在火上翻匀。就可以出锅了。最后将虾头直立的摆在盘中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它的特点是味香形美。